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6月2号阿北聊是非，我是总经专家萧光子分析师。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那明天端午节这个直播会暂停一次，好，暂停一次，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好，那今天晚上的行情，我个人认为它会开始有一些震荡哈。在盘前的状况，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跟昨天是一模一样的状况。盘前呢，这个美元有做压回，但是美元的压回其实，主要是今天的数据啦。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哈，因为美元，一般来讲，如果说你有做过外汇的话，你应该知道美元非常重视非农，这个非农就业人口。好，例如说这个礼拜五晚上的大非农，它就是每个月这个美元外汇交易的一个最大的盛宴。啊，今天是小非农，小非农也是对于美元的指数波动会比较大的哈。我们看一下，在8:15公布的非农就业人口，从上个月增长20.2，这月本原本预期会再往上增长到30万，结果公告出来比预期低很多，只有12.8万。好，那当然这个数据出来，对于美元这种习惯在操作美元的，看到这个数据，他会想要去做空美元，也就是在这个数据公告出来之后，美元有一波的一个往下压的力道，好，是来自于这个。好，那我们另外的这些数据，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在欧洲的 PPI，好，这个4月份的 PPI 增长到了37.2%，好，这个还是整个通膨失控的状况还是持续的飙升的啊，没有任何的一个放缓的现象。另外就是在美国原油库存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减少了118万桶，这个对于油价稍微会有点激励。好，那么想刚刚谈到了，我们今天目前在观察的重点就是在美元嘛。好，美元我刚刚谈到了，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 ADP 小非农就业数据呢，它明显的比市场预期的还要低，好，不到预期的一半，它也就造成美元短线上的压力。好，那另外在10点钟的时候要公告的是美国4月份的工厂订单，目前市场预期是比上个月往下掉。好，那如果是符合预期呢，对于美股的影响就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万一它出现的是负值，万一出现的负是负值的话，那包括这个所谓非农就业人口的明显的大幅的往下降了啊，万一如果工厂订单是一个负值呢，那它就会就是印证到现在目前美国第一季 GDP 下滑之后，第二季呢它还会持续更扩大它的一个下滑状态。好，这个在今天晚上数据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好，那回到这个行情的终点哈，短期我们观察的就是在美元嘛。好，美元虽然说小非农数据明显大幅低于市场预期，那当然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后续的发展这个忧虑会越来越高。但我想最近美元的一个走势哈，它跟过去的经验不太一样。如果说美国经济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哈，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动的，它的一个波动会随着经济数据在波动，就是说就业人口大好，它会走强啊；就业人口不好，它会往下落。好，这个是在一个一般正常的一个状态下。好，那其实在前3周，好前2周这样的一个下压，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偏离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走势状态了。这边我认为就是在于，这个月开始正式进行收回美元资金之前的一个刻意压抑美元汇价的动作。啊，昨天你也看到6月1号开始收缩美元资金，它昨天就如我预期的出现强涨。好，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现在 FED 是每个月要回收475亿美元的资金。好，那这个回收动作可能出现在这个美国市场开盘之前吗？不可能吧，它一定是美国市场开市开盘之后，它才会去进行资金的回收动作嘛。所以盘前呢，它就没有受到这个美国政府回收资金的影响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懂，就像在昨天晚上这个美国市场开市之前，即使美元也没什么波动，好，就在平盘附近在这里震啊。但是呢，美国市场开市之后，它的资金回收动作出来，你就看到美元往上冲。
好，那我要跟大家谈的重点是，既然它是一个月回收475亿美元的资金，它应该是平均怎么看啊？一个月大概20个交易日嘛。好，就说美国市场开市之后呢，它大概20个交易日去回收475亿美元资金的话，大概一天回收20几亿，好，回收20几亿。好，那这个是它是每天平均去做一个资金回收呢，还说昨天他已经收了50亿美元了啊，今天可能就暂时先不再做卖债券回收资金动作，等到明天再来进行啊？他会不会是隔两天做一次，还是隔三天做一次？我想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判断，我们只能够从每天美元的走势去判断这个美国 FED 对于美元资金的回收动作啊。那昨天明显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也就代表的是这一次FED 宣布六月份开始做资金的回收，他的确6月1号有做了啊，今天会不会继续做我们不知道啊，或许他会是隔天做一次，或许是隔三天做一次啊，这个都有可能啊，就是只要他平均每天回收超过21亿美元资金，他就达到他需要的进度嘛。如果说两天回收一次呢，他可能一次就是回收50亿美元资金。啊，如果三天回收一次呢，它可能就是一次回收70-80亿美元资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哈。但是这个节奏它到底是怎么用？是每天做回收，平均做回收呢，还是两天一次，还是三天一次？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判断。好，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今天盘前的状况，当然美元这边稍微有做回落，但是它102没有跌破，它遇到重大利空哦。ADP 小非农大幅下降，好，比市场预期的还要低很多。好，这么重大的利空没有跌破102，按照它如果是怎么样，是每天平均在做美元资金的回收，那可能美国市场开市之后，它又会再往上走，又再往上走。好，那因为在盘前呢，美元有稍微往比较明显往下掉，把昨天的红棒大概跌一半回来嘛。所以你就看到在美国股市电子盘的部分跟昨天的状况差不多哈，道琼电子盘目前是小涨哈，小涨的大概40点左右，纳斯达克电子盘呢它现在的状况刚刚是小涨了，那目前稍微做一个小幅翻黑的状况了。好，那下午这段时间会小涨，就是应该是这一段期间，好，这段期间因为已经拉升了一波，所以市场呢对于股市这种比较乐观的情绪还在。好，那今天就会遇到什么，因为昨天已经如果跟大家预告的趋势的力量出来了，美元往上冲了啊，美股呢好开始面临到反弹过后的卖压啊，那就证明就是说接着下来了，如果说美国 FED 持续的回收资金，那美元今天去反映所谓小非农的利空啊，可能在开盘之后呢啊，如果说美国 FED 收缩资金的力道又出来，它有可能又再往上转强啊。那礼拜五呢，礼拜五大非农可能它就会再有一点啊，市场这种啊对于非农数据比较悲观那种习惯性，看到非农数据不好去做空美元的卖压啊，又可能礼拜五又会出现。但是我们不管哈，就是说这种短期的利多利空的确会造成美元的波动，它一定会造成市场情绪嘛，好，市场情绪的反应造成短线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但是既然昨天它已经如预期真正的开始回收美元资金了，那接下来它就是趋势的力量会出来，好，它接下来就是会再度往上去走升。好，那这一段呢，如果说这段期间的一个下压美元汇价已经让美股出现了这一波的反弹啊，这个纳斯达克反弹幅度比较小哈，纳斯达克你可能看不出来，好，因为这个科技股毕竟卖压还是比较重哈，这一波拉升最大的就是在道琼嘛，好，道琼这一波反弹幅度就够大了嘛，好，对，这一波反弹幅度就够大，好，那因为这段期间是美元往下压，所以给到美股的一个跌升反弹的空间啊，跟它的一个反弹的时间，现在美元又开始回到趋势之上，又开始去走涨，那你就要去小心，大概美股要再去反弹的几率就很低，好，要再去反弹几率就很低。好，那当然今天晚上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今天美元哈，这个美国市场开市之后会不会持续有资金回收动作，又开始往上冲？如果它再往上冲呢，那难免哈，美股今天就算开高，还是盘中稍微有一点上冲呢，盘中过后卖压还是会出来啊。那以道琼来看，其实这个现形已经告诉你嘛，就是它来到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有一个重新启动的卖压已经出来，所以它没有办法再往上去弹。好，那你后续就去观察，美元越走越强呢，美股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你要随时小心，会不会又开始重新启动一波的比较大幅的崩落？好，这个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好，随时有可能发生。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哈，就是跟科技股比较相关的嘛，好，就是债券殖利率。好，债券殖利率如果说持续的一直往上走，哈，那科技类股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好，那大家应该知道，美国现在所谓的缩表是什么？缩表就是他原先买进去的债券，好，他买债券，然后印钞票去买债券嘛，然后印这些美元呢，去买债券，然后这一些美元就流通到市场，这就是之前所谓的 QE。现在呢，他要做缩表，也就是 QT。QT 就是他把原先买进来的债券卖回去市场，然后呢把市场上的资金收回来，收回来把它注销掉。当他注销多少美元啊？因为他之前印嘛，他印出来的美元，就是说印10亿美元，他的 FED 的资产负债表就要挂10亿美元的账在那里，因为他印出来。啊，印出来给市场，那这些美元就是他印出来，所以他要挂在他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资产。好，那现在呢，他把这些买回来债券卖出去，把美元收回来，那他就是要做注销。当他注销，才可以从他资产负债表的一个负债项目去做一个扣减，好，去做扣减。好，那你可以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就是要卖债券嘛，对不对？好，原本市场如果是一个平衡状态，现在美国 FED 每个月要大量卖出债券啊，这个月要卖出475亿，下个月也要卖出475亿美元的债券，在下个月还是475亿美元资金啊，这个债券啊，到9月份呢，一个月要950亿美元的债券要卖到市场。好，那当现在他一直每个月大量卖出债券，会造成什么？会造成突然大量增加出来的债券供给，债券价格就会往下跌。债券价格往下跌呢，债券殖利率就会再往上涨。啊，所以如果说以现在来看，既然他昨天已经明显的正式的实施了，好，正式实施这个卖债券回收资金，好，那你就可以看到。反映在昨天美元，哈，就如我跟大家预告的，当美国市场开始之后，它往上去冲高，这个迹象已经出来，也就代表这个趋势的力道已经回来，啊，美元接下来就是会持续的走升，所以在这边大家都说美元反转的啊，美元要开始往下落了。我跟大家谈到，你如果说要操作美元102之下呢，它是一个买点，因为未来它会往上走。好，慢慢的，大家会慢慢的印证到这样的趋势，因为它是大环境形成嘛。好，因为现在每个月大量的从市场回收资金，而且是持续性的，它不是这个月做完就完了。好，它下个月还要做，下下个月还要做，而且呢，回收的力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它不可能会反应结束。再加上这个月月中它要再升两码，升两码就到1.5%嘛。7月份再升两码，好，利率就到2%。啊，如果9月份再升两码呢？啊，就到2.5%，啊，如果11月再升两码呢，就到3%。好，那现在你可能觉得1%，好，1%的一个这个定存利率哦不够看呐，没有吸引力啊，来到2%有没有吸引力？啊，没有吸引力啊，3%呢？3%有吸引力了嘛？所以接下来当美国的这个利率越走越高，美元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当它的利率往上升高，吸引力在增强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 FED 还要每个月大量的从市场回收美元资金，那你觉得接下来美元会怎么走？会怎么走？会反转往下落吗？那很不可能啊，因为利率越升越高，美元的资金哈，美元的一个吸引力就越来越强嘛。1%你觉得不够吸引力，2%呢？哎，好像不错了哦，3%呢？
会不会有很多资金跑去美国做定存？会嘛？他一定会嘛？因为现在这种年代，好，你要固定每年可以获得3%，或许我们一般散户投资朋友你没有兴趣，但是大型投资机构呢，他们可能一年的目标我只要2%的固定报酬率就够了。啊，如果说我把钱存在美国去做定存，一年可以有超过2%甚至到3%的利息，那我去做什么投资？啊，我就定存就好了。所以这个我想后续对于资金的一个吸引效力会越来越强啊。好，那我刚刚谈到就是说，接下来利率越升越高，美元的这个吸引力会越来越强，再加上它每个月大量的从市场收回美元去做销毁啊，降低它的一个负债。啊，那这样呢，美元我想它的趋势就是很明确，这个高点不是高点啊，后续还会再往上创高。好，那当美元再去走强啊，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它每个月大量卖债券，好，债券的卖压会额外的增加很多，那债券殖利率呢也会走升嘛，哈，这边之所以有这一段回落，就是因为这段期间呢，市场在预期会不会升到7月、9月份就不再升息，如果升到7月，只是2%嘛。那2%呢？这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3%，太高了，所以它回下来。那现在呢？为什么又走上来？啊，因为美元在往上走，因为呢，这个预期9月份就不再升息，这个期待已经落空了啊，因为通膨又持续的飙高，通膨没有到顶，好，通膨还在持续高涨。那既然这个预期已经落空，就代表的是美国的升息不会到2%就截止就停止，会到2.5%，甚至到3%，甚至到3.5%。那如果后续呢？这个美国利率到3.5到4%，那这个债券殖利率一定要高于美国的 FED 的基准利率嘛？因为债券还是需要风险贴税。好，这个我想，最近这个不管是债券殖利率的波动啦，还有像美元的波动，好，都是来自于这些原因，来自于这些原因。好，那我跟大家谈这么多哈，简单的来讲啊，就大环境的趋势，美元不会反转，美元还会再创高，就多头趋势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债券殖利率呢，也是多头的趋势，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好，那当接下来美元要持续走升创高，债券殖率要持续走升创高，那你认为美股接下来要怎么走？接下来怎么走？就是一个空方趋势延续嘛，跌多会有反弹，跌多会有反弹，跌多会有反弹。那反弹结束之后呢？当空单获利回补出场，这些这个空单的回补力道买盘结束之后呢，那你要寄望什么买盘再把它往上推？哎呦，它已经有这么大的反弹幅度了，那原先想要卖股票的杀低舍不得卖啊，弹起来是不是又卖？所以呢，在接下来美元美股还是会再创低，它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美元上行的趋势不变，债券殖利率市场利率上行的趋势不变，那当然就是美股走空的趋势。它就不会改变，它就不会改变。好，那我刚刚谈到的这个原油库存，我们再看一下哈。其实这两天哈，美国这个下压油价的动作还是有出来，但是因为它今天公告的原油库存有大幅的下降，减少100多万桶嘛。好，其实前两天它又有出现一个下压油价的动作，但是因为今天公告的原油库存是大幅下降，所以它现在又开始去转强。好，那油价的趋势也我也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啦，它还是会随着通膨趋势的发展还是会走高啦，但是它不会像这种因为俄乌战争的急涨，然后呢俄乌战争情绪消失之后又急跌，好，它就是慢慢的会沿着上升趋势现在走。啊，只要油价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在行进，就代表的是通膨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放缓，没有任何见到它不会再增长的迹象。好，那也就跟大家谈到的是，除非通货膨胀真的有明显的往下降了。要不然，美国联准会的升息的动作完全不可能停下来，每个月回收美元资金的动作也完全不可能停下来。所以，一切的根源，你要等到这个整个大环境什么时候可以转为有利于股市呢？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啊，什么时候它可以压下来到
美国联准会可以承受的水准，那个时候它才会停止它的升息动作，那个时候呢，它才会停止它的资金回收动作。因为不管是升息，不管是所谓的缩表回收资金，它的目的都是要把通货膨胀压到它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那如果这个通货膨胀没有回到它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当然它的力道就是要持续的用，持续的加码啊，持续的一个加大它的力度啊。我升两码压不下来，我升三码，三码压不下来，我升五码，啊，就是一直升到可以把通货膨胀压下来。我现在每个月回收475亿美元资金，我压不下来啊，再来950亿美元资金压不下来啊，我就是持续的收。收到呢，就算我把过去印的钞票全部收回来，才能够把通货膨胀压到它可以接受的程度范围，它也一定会持续的收。好，因为没有办法，通膨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力道，即使在第一季已经稍微出现了，因为美国 GDP 已经开始呈现了-1.5%，那第二季的一个这个整个冲击的一个现象会越来越大。好，这个冲击的幅度，还有对于经济造成的一个逆转的一个速度，它会越来越大。可能现在大家不了解为什么，FED 要把通膨摆在第一位，即使股市跌了，即使经济往下落了，它也都可以不管。为什么？因为你接下来看到通膨对于经济的杀伤力道，你就会了解这是为什么哈。因为它再不把通膨压下，整个经济会呈现崩盘。当经济崩盘，那股市就一定崩盘。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谈到过，它可以忍受股市下跌个一两年，它可以忍受经济下滑个一两年。那只要通膨压下来，就会恢复到经济成长、股市多头。那如果说它在这里不去牺牲掉这一两年的时间，去用全力去压住通膨，接下来就是面临到经济崩溃、股市崩盘。啊，经济崩溃、股市崩盘呢，这个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没有办法再复苏上来。这个就是过去啊，日本经济失落二三十年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哈。我想美国应该不会去重蹈日本的覆辙啦。好，我想的主要是这样。好，这个我已经谈得有点过头了。好，那就是今天盘前的状况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哈，就是盘前呢，市场的情绪还在跟整个趋势的力量在做对抗。哎，我看一下。好，那现在等一下我来回复大家问题。我稍微把今天的重点再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哈。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这个所谓的比特币哈，市场资金风向。好，比特币昨天是不是有人说啊？比特币怎么一直涨？我是不是跟你讲，比特币没有涨？哈，比特币是不是又回到这边低档做一个震荡？以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认为它这边横盘过一段期间会再大跌一波，好，会再大跌一波，好，因为它的走势不对，好，这边低档连续4天放出大量，它没有往上行，还是横在这里，就代表的是这一边低档放出大量，不是大机构在买进，而是大机构在卖出。是散户投资人在买，好，那既然是大机构卖出，散户投资人在买，那经过一段期间之后，你要去提防大机构有可能卖压又会再出来，它就有可能会再大跌一段。好，那哪一天我不知道，当哪一天比特币又大跌呢？那可能对于美股的卖压，它会有又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引动，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引动。好，那其他的方面大概就是这样，好，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就回到。盘前的状况来看，今天晚上的话呢，你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啊，现在啊不是啊美元呐、啊，好美元，因为刚刚反映这个 ADP 小非农的数据稍微有点往下压啊，你就去留意这个美国市场开市之后啊，如果说把这个小非农数据的利空反映完啊，今天晚上还是有这个。FED 回收美元力道，它又转强上去，又翻红的话，啊，你就要去小心，可能开盘过后呢，或是盘中呢，啊，美股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卖压出来啊。但是我今天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做预告了啊，因为原因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它这个回收资金的动作是每天在做进行，还是2天进行一次？
还是3天进行一次，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等到盘中看美元的走势才能观察得出来。啊，如果今天是暂时没有要再继续做一个美元资金的回收呢，它可能今天就不会再像昨天往上冲，它就可能是今天晚上美股就会比较震荡，甚至于有一个小幅的反弹。毕竟现在的市场是情绪的力量在跟趋势的力量在做对抗。那当然。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趋势的力量大过于情绪的力量，但短线上的波动啊，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去做拿捏啊，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去做拿捏。好，我看一下今天大家的问题。好，这边钓鱼沙问到，有可能大量开采原油压制通。大量开采页岩油，它早就一直在做的，好，这个你不用去管这个，好，因为美国对于页岩油的开采不遗余力，它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好，它才会，所以这个你就不用去考虑。外资期货多单再增加2000多口了，但外资是否认为下礼拜走多才增加到1万口期货多单？这个外资的。多期货多空单，其实它有时候只是在做避险的，不是代表它接下来认为行情要往上，所以你也不用以这个外资的一个期货多空单去做判断了。其实这么久下来，应该大家对这种外资期货多空单的数据去判断行情，其实很难，没有一次准的啦，还没有一次准的。好，那它只是可能它在这边有一点避险的卡，或许。他期货增加空单是为了他想要大卖股票啊，做一个多方的避险也有可能啊，所以它不代表啊，接下来它是一个趋势那个市场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领先指标，它不是这样啊，那你就参考就好。台湾央行意外给出升息1码，而且没有推动第五波，是否呢？股市会是影响会，是否全面进入熊市？当然，如果说以这个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金融局势的发展，我是认为债市是一定会是熊市啦，股市也一定会是熊市。那至于你如果以台湾的汇市来讲的话，因为美元在走升，所以呢，台湾的汇价呢也是会走贬。好，这个我想它大趋势就这样啊，那跟台湾本身的动作，我想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是。大环境使然，那这边问到投信可能季底做账，6月份第二季最后一个月把台股炒上去做结账的动作嘛？投信的力量没那么大了，投信的力量你要怎么跟这个外资的力量去比？因为投信只是一个大散户，好，投信它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散户投资人嘛，就是你每个月去买基金啦，做这个定期定额的一个扣款啦。好，这个投信的力量其实它真的不大，好，它能够影响到的是个别的中小型股，就是说它把资金集中在这个特定的几档中小型股，好，它可能影响到的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个别的，它要去影响行情，我认为没有机会，我认为没有机会，所以你不用去管投信这个所谓做账啊，做账什么时候做完，那什么时候要结账，其实都不一定。好，那是不是真的6月份它有在做账？其实这也不一定，因为6月份不是重点，它是半年报而已。重点是在年报，好，这个我想就是有时候市场的讯息你听听就好，它不一定就是真的，它不一定是真的。好，这边问到长荣行拉到头肩顶右肩压力，科健可以进场做空吗？我认为可以。好，长荣行这边应该是一个最后又多了，因为今天呢市场炒到没有标的可以炒，所以就大部分的短线资金呢进去拱这一些所谓的。开放观光的概念股嘛，像这些这个旅行社的股票啊，今天几乎全面涨停啊，航空股也大涨啊，这个是会延续吗？我认为没有，好，它就是一个短线上找个题材炒一下，然后吸引散户投资人追进去买，啊，追进去买了，可能就会被盗货，可能就会被盗货，因为你以长荣行跟这个华航来看哦，它已经正式纳入 MSCI，所以法人的买盘应该在5月底就已经买完了啊，接下来。要再寄望法人去大买也不容易的，因为他该建立的部位已经建立了，你就要去小心啊。接下来如果说开始行情转空呢，要开始反映它的基本面的话，这边散户进去的越多，将来接下来跌下来的一个速度跟幅度就会越快啊，就会越快。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因为我现在喉咙有点不舒服。好，那其他的问题呢，我就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今天大概时间只能到这边啊。最后提醒大家就是，明天的话，因为端午节大家就是休假嘛，那明天这个阿北聊是非的直播就先暂停一天，好，先跟大家做这样的预告。好，以上是今天晚上跟大家做的分享，但我的观点不一定会对，你还是持续自己去做一个追踪观察。好，今天晚上美元还是一个观察重点哈。如果美国市场开市之后，美元把这个目前反映这个 ADP 小非农的利空数据所回落的幅度，再收复回去，再翻红的话，那它就有可能会再引动到开盘之后的美国股市，或许盘中当美元再走强，那个可能卖压又会再出来，提醒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留意。好，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周再会。